一袭黑色贴身礼服，手臂小爱心或脸颊爱心，现场粉丝暴动想一睹女王风采。韩国女星金智媛因演出《泪之女王》，人气高涨，因此受邀来台出席精品活动。难得来台湾一趟，当然不能错过经典美食。팬분들의열정이엄청나셔서지금 너무행복하고요그리고오늘또와서버블티먹고싶어가지고버블티랑망고빙수맛있는디저트들즐기고가려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珍奶芒果冰都想试，尤其活动中经纪人被问到近期规划，他也大方宣布很快又能再和粉丝见面。네제가또이후에굉장히가까운7월21일에이곳타이페이에서팬미팅을할계획입니다그래서먼곳에서이렇게응원해주시는팬분들과시간같이보낼수있을것같아서굉장히기대가됩니다그러면우리빠른시일내로또곧만날수있으면좋겠습니다不只有他，精品活动中还重磅邀请好久不见的周杰伦，整套黑色西装出席，帅气程度依旧不减。受访时，他也亲口透露，大巨蛋 K 唱似乎有谱。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待演唱会，其实我自己也在等，我也希望可以赶快来看演唱会，然后希望这个场地赶快回复一下我。应该说我的八月已经空下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所以我也在等。周杰伦大巨蛋开唱是否有望？本人跟粉丝一样期待。这场活动众星云集，吸引上千粉丝聚集，却也出现不少惊险画面。有人站分隔岛，有人在对面爬高或挤到住宅停车道口，为了只想看见偶像一眼。三立新闻张博伟、罗佩安、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